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相信你们应该有看到这个流传的图片了吧？这个图片来源来自哪里呢？没错，又是韩国讨论区。这个帖文是他们昨天还是前天开始放的。那么你们听到韩国讨论区就知道，很大可能这个消息就是假的。那我们比较相信的俄罗斯网站呢，也没有更新这个部分。不过我第一眼看这个礼包就知道这个礼包是假的了。我也在群里面说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就知道这个礼包是假的呢？我给你们看另外一张图片。只能说这个人 P 图 P 的还不错，不过还是给我看出了一些猫腻。他连那个礼包的折痕啊，你们看到右手边，他那个折痕也是给他涂掉了。因为之前有介绍过这个礼包啊，所以我对这个界面呢是真的很熟悉了。那么我一个一个来解释。首先它那个价格呢是已经不算合理了，因为我看到韩国讨论区里面写的是美金，并且还有人列出列表，你买多少钱的价格它会给你多少的金头，从16到黄金35、75、30。它这里是写说如果你把全部礼包买光的话，一共可以拿到120个金头。不过这个列表里面的韩元价格呢，跟我们看到流传出来的图片价格呢是兑换率有一点不对啦。那假设说我们不要去理这个东西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礼包，它价格比较贵嘛，所以它给金色的 VIP， OK， 这个可以通过。也因为比较贵的关系，所以资源加速呢也是给比较贵的， OK， 可以通过。那么这个礼盒又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礼盒其实是圣诞节的时候拿到的礼盒，不只是圣诞节，周年庆、中枢活动都是用这个礼盒的。那会修图的你们应该也知道，这个颜色只是要转变一下就可以了。至于那个镜头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找了很多图片都没有找到这个镜头有两个箭头的。不过你们看回右手边的那张图片，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它只是把那个数字弄掉而已。就连礼包里面的折扣也是一样的，这边我圈起来的地方它的折痕也是给它除掉，估计它是要把锯齿给弄掉，所以不小心把它涂掉，或者是它觉得画回上去很麻烦就直接涂掉了。并且你们看传出来的图片，它有把很多字都除掉，包括它上面写的那牌子这个是属于什么礼包它也是除掉了。所谓换镜头的界面，你们有一些还没有觉醒的统帅，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了。他只是把这两个位置兑换而已，并且他把礼包里面的图片用来 P 上去。他截图也是截到很机智，就是看到字的时候他就马上把那个部分切掉。对于这个传闻，我的理解性是说这个礼包是之前的礼包，有可能有一些新的玩家没有看过，所以他们就用旧的画面拿来 P 图 P 成这样子。不过我不是很理解他把那个礼盒 P 进去的原因是什么，并且他这个礼包里面的内容是完全没有写数目，有给多少镜头，有给多少的加速资源 VIP 都没有写。那么你们觉得这个礼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如果真的出了这个礼包，你们会不会去购买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